好像有迷妹了啦齁。好听好听。天哪，超帅。有时候好听耶，那你要不要多说几句这首歌？好，因为刚好就是我做的。怎么都是你呀、啊？奇怪。唱得也很好，唱得也很好。谢谢。这今天真的很感谢大家来泰国的 Sunday Live 来看我们蓝音，然后同场有赤兔乐团跟一手乐团这样子，那很高兴我可以在这边演出。那有很多没有见过朋友，也谢谢大家来这样子看我表演。那更有一些是我们的亲朋好友这样子。那就我个人来说，然后很多大学玩团的朋友，有很多大学的同学，然后准备这样子哦，这样子，然后真的非常感谢他们过来。哎，讲到就是其他两团啊，刚刚在看前一团的演出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件事，不是只有我是小佩还有达达都发现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从刚刚就看到现在的朋友，刚刚那一团的站在最旁边的那位吉他手，长得跟他很像哎、欸。长得跟我很像吗？真的吗？刚刚就是他们一开始，然后我就从后面走出来，就发现下面怎么在台上？我们不是还没上场吗？他根本默默的就是组了另外一团，然后同一天演出。不一样怎么办？是不是？其他都可以留下联络方式，然后下次有事我可以请你代打。好像长得也很像，看不出来。我现在天乌漆嘛黑，看不出来哦。好，那就是，话说我这邀请的时候，我发现一个事情，就是我邀请很多同学来。我通常都只联络，譬如打电话传讯息，然后说，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那个谁谁谁，我们交情不错吧，来看我表演吧，这样子哦。然后结果他就会回说，好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跟我女朋友一起过来。然后下一个也是，哎，谁谁谁，好，没问题，我跟我女朋友一起过来。所以我大概联络了六个人，马上变十二个人，对，然后非常迅速，找一个就变两个。对啊，怎么这样？然后，那你自己呢？我自己就是表演者啊，对不对？那讲到刚刚这首歌，就是我们这首歌叫 Forever。之前已经我们在很多场的时候，我们都被说来啊分手歌这个搞什么这样，也没有。那你还找那么多朋友，就带女朋友来？对，所以我现在一定要消毒啊！所以我今天第一次消毒，我之前都不消毒。哦。对，就是那我觉得这首歌的耳词部分不是我写的、啊，那我想曲那时候写的时候，还是觉得说，就是。虽然说它是一个有点悲伤的词哦，歌曲其实我还是想要给它一点力量和激昂。你就是怪后面写词的那个人就对了。也不是这意思，就只是想表达说这个是悲伤之中，可是它又反讽暗示说永远的重要性，知道吗？哦。大家把握当下。哦。对，就是这意思。所以罗宾就是说，大家叫情侣过来听分手歌很OK，很nice。哦。超心机的。没有。好。好啦。那写词有没有要说什么话？对啊。给了他一支麦克风，可是不给他讲话的机会，好像有点坏。呼手打打。达达好吗？好。达达好。呼。队长。呼。没想到我在拿麦克风之前已经被吹谢词，这个词有一半是你写的吧？看里面的词本的话，其实这首歌里面加了很多本土的因素，就是譬如说，什么芒草，芒草，对，还有什么硫磺的味道，硫磺的味道，对。然后那时候我们去录音的时候，录音师就说硫磺，这个是洗温泉嘛，对，然后没有我们就说不是这样的，对，那对，非常感谢今天有这么多人来看我们表演，那。就写一首歌吧。OK， 听了这么多就是香根写的歌，当然要来点新鲜的啊。接下来是 Frisia 苍兰。